欢迎来到什么对我什么都不奇怪。今天呢、啊，我们来到、啊、台南 Focus 啊，哈的退而基，好，然后啊，非常感谢我们南部群组啊田边的赞助，我们今天退而基推出来的东西都送给大家，然后田边说推出来的东西都不用钱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开始推啦。推什么？首先，应该最多人喜欢的哦，应该我想小甜豆好了啦。刚刚在那问哈，没人知道要做什么，那我们先推个小甜豆。小甜豆，这个来加入购物车，先推一个三盒小甜豆。然后扫一下，哦，不用钱啊，不用钱，对，那个田边说全部的钱都他付，哎，不用钱了。看一下，你看多疗愈的画面啊！看啊，这边啊，那这 Focus 在推耳机啊，代表说啊，田边啊，他们都有很有精心的啊，都有拍摄，有定时啊，在做更新他的陈列布置，这一点是还蛮可取的，嗯。好，这边是三盒小甜豆哦。然后啊，你觉得你们还会想要什么？先抽一下我自己要的。好，我先抽一下我自己要的。因为我们之前啊，有一组那个 Molly 啊，然后没有收集完全，我找一下。在最上面这里。啊，这个啊，我们之前没有收集完全。那要几个？随便收几个的，因为那个是旧款的。好了，也拿三个了。我们重复的话，到时候再抽送出去。反正田边说他不用钱，哎，全部钱要他处理啊。多多来帮忙他抽一下那个配耳机啊。不然哦，他的生意哦，可能哦都会被快闪店抢走。还有快闪店哦，是快闪而已，不是永久经营的。哎，那我们现在推这三只茉莉是旧款的，我们之前没有收集齐的，所以我先把它推出啊。然后你们还会想要抽什么呢？嗯，迪莫好不好？再加码两只迪莫。哦。迪莫感觉也热门的，希望哈、哦、抽到这两只迪莫哈会是隐藏版哈、啊，然后再加码两只迪莫给你们，啊也拜托你们哈、哦，影片呐、啊、看长一点呐、啊，哦影片看长一点，拜托凑一下那个观看时数，拜托拜托，好、哦，等一下啊、哦，看你们有什么回应，好，然后再来一个迪莫。第一模啦，就抽两盒第一模哦，加码抽两盒第一模给你们。OK， 加码这两盒第一模啊，也是要抽奖送给你们的。然后其余的这些啊，看是抽到什么啊，我们都会送出去。然后我们就回去开箱，开箱的时候我们就会抽选。然后记得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要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加打开小铃铛哦。回去吧。好，我们回来了。哦，今天啊，我们去那个。台南啊 ，Focus 啊，哦的那个博畅的泡泡玛特推耳机，然后推了这些盲盒，然后其实哦，一开始哦也没有到入坑的，但是我们想一想哦，差不多去我们好像算起来不到一年嘛，哦，2022年的时候开始玩，然后我只是去那边逛一下，我跟我家小宝去那逛一下，然后竟然发现了有人。直接在那边刷卡，刷了20000多块，我跟我家小宝当场傻眼哎，然后只拿了6张卡片，就是我都觉得说拿了6张卡片干嘛？然后 我猜啊，那个时候好像就是我们那个南区我们那个群组的田边吧，因为就拿了那张6张卡片给他，他竟然刷了20000多块，我觉得那时候觉得真的还蛮。
觉得蛮奇妙的啦，竟然有人会买这玩具买两万多块，然后就从那一次开始的话，我觉得没什么兴趣，然后后来呢回到家，过一阵子竟然发现我家小宝也买了好几盒，就在那时候的话，我为了帮他凑那几盒把他凑满的话，我就自己去推，然后推的话就加入了群组，加入了群组的话，原来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那时候在凑特条。看能不能凑到六只嘛，好，我记得好像是这个样子，然后还有人抽到，刚好开箱啊，开到特条之后一中盒，好，开出来的话刚好就中那个隐藏版，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开始渐渐的踏入泡泡玛特的深渊里面的，那时候觉得两万多块会买这些玩具是傻子，但是玩到现在一年了，我们也更傻，不止一中盒，也不止六只了，这有十几只、二十只吧。然后我们今天呢，去捧场了一下 Focus 的博唱推耳机，台南就三间嘛，好 Focus， 然后南坊，然后还有最近就是三井，哎，三井那一间，然后 Focus 最近，好，离我们最近，所以我们去推那一间。然后我们今天会把推的全部送出去。可是如果是隐藏版呢？隐藏版的话我会考虑一下嘿嘿。然后我们先来开这三只，因为啊，我们当时刚买的时候哈，这三只这个系列应该是这个系列 ，Molly 的这个叫做 One Day 这个系列的话，我们没有收满，唯一没有收满的一个系列。如果抽到我没有的，其实大部分都有了，没有的我就收起来。啊、如果有的话就送出去。好，来先开第一支，要快速开箱了。开箱这一支，第一支送，这一支是很久很久以前直接送、哦、想要的记得影片按赞订阅分享、哦、留言、哦、有什么建议的好、哦、从送出去、哦，然后影片拜托多看一点，因为那个流量、哦、真的很需要流量。我们这种刚起步的 YouTuber 啊，很需要流量。哎，嗯，闪啊，闪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对，第二支不送。是什么？是电影时光吗？就是电影时光，是我们最想要的。终于，电影时光，这支对不起啊，还是在看我们影片啊。哎，这只不送，太好了，这只我真的要哦，感谢大家啦，这只我真的要啦，哦，帮忙这么这个One Day这个系列已经很久了，帮忙杀清一下库存，所以说我都勉强凑了这一个，然后第三只送，这只是冰淇淋哈、哦，然后到时候留言的人哈、哦，就随机哦，我就随机寄出去哦，不会说特别送什么哪一个系列哦，来。再来两只，这个是 Demo 约会 ，Demo 约会，好，会不会像我前一段影片一中盒中隐藏呢？嗯，哎，不知道，但是那个我都有了，所以这个绝对送的啦，因为我都集满了。哎，来，这一只是转转茶杯，转转茶杯，因为一下英文，所以跟我讲不出来。哎，拍谁？这是那个做仿陶瓷版，哎，仿陶瓷的，那個、有啦有，哎，这边有中文哦，转场茶杯，中文哦，送出去，好、哦，送出去，嗯，你没有要送，哎，没有要送你，哎，来，再来一支哦，再来一支哦，那么多人不喜欢他，我不知道的，他可能是带衰吧，不用我讲，嗯，走开，走开，对。等待，等待很有用。就是、等待啊！拿到的人我随机发送出去，走开啦！没有要拍你啊，走开！好、哦，等待，等待。哎、欸，没有做证拿到的话，哎呀、啊，跟你说声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好、哦，来，这个是小甜豆、哦，小甜豆、哦，哎、欸，小甜豆、哦，哎、欸，这小甜豆希望哦，我觉得我看有。这个重量哦，适中，我、哦、小有研究，重量适中，哎，这个有可能也有好货，嗯，来哦，有吹小甜豆的啊、哦，
啊，其实啊，你们哈，如果到时候有抽中的话哈，私讯我们啦哈，mail一下。如果真的有特别想要的哪一支啊，可以稍微讲一下，尽量啊，尽量啊，毕竟我们这是以公平起见为主的。来，哦，好货，好货，哎、欸，这不是不用叫卖哦，这支。这只是木奇，木奇啊，哎，这只算是抢手货哦，哎，木奇，好，送出去哦，送木奇，木奇。其实这组我也没有收满啊，但是哈、哦，那种地雷的，像是这种南瓜的，我那些太鲜艳的我不喜欢，所以这组送那个我几乎也都送出去了。哎呀，来第二只冰晶。嘿，冰晶，哎、欸，对哈、哦，冰晶，好、哦，送出去，冰晶，好、哦，包鬼，包鬼，包鬼，好、哦，记得刷一整台爱心，刷一整排汉堡，好、哦，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留言，然后开启小铃铛，帮我们多分享一点，我们订阅数不够啦，要1000个呢，要差很多个，拜托拜托，啊，影片看长一点。第三只，我抽了好多次，好多次，好多次。NG 的，是毛块吗？我才抽中毛块啦！你知道我花了抽了几只吗？重复几只吗？才抽中这只毛块、欸，想不到今天就在这个时候，毛块是热门款哎、欸，就抽中了啦！太棒了！啊、你看，这就是天注定要送给你们的，这都不是雷货、欸，因为我当时在拿的时候称那重量，我就觉得这个会在其中里面，因为毛块重量在这几只，热门款里面啊的中间，那、啊、我抽很多只。最后才抽中五只毛怪，不知道抽三四只才中哦，雷货也拿了好多只，然后这只毛怪中，算你们今天运气好，哎，然后就多支持一下我们的影片，所以这些哦，全部哦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好，全部都要送出去，然后感谢我们那个南区群组的田边，就是大家要感谢他一下，哦、他帮我们争取到了，我看一下哦，也谢谢他们老板、哦，他们帮我争取到了几张，我看一下，十张优惠券，哦，10张优惠券，我们也会抽出10个人，哎，那要把这个分开还是跟优惠券在一起？分开，那分开的话，那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抽出17个人，抽出17个人，好，分别是送这个，然后10个人送优惠券。哎、欸，走开一点，走开，入境了，你过去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过去。10个人优惠券，它是不限金额哦，就算你只买一盒的话，也可以直接折价，折120块，但是只限定在。Focus 的那台推盒机只限定在那一台，而且它使用到，因为现在刚好是那个推盒机4月它刚好满2周年，所以田边帮我们申请到的，哦，赞助10张优惠券的，就算你买一盒只要280块，它也是折120块，好、哦，总共有十个名额，当然 Focus 那台，如果说你没有去 Focus 那一边，或者是说你不是台南这边的话，哈、哦，欸，就不要留言好了，不然的话你也不会来到台南的。为了120块来台南，应该有点累。然后他只到4月底，要记得他只到4月底。好，然后10个，好，不限金的折100块，啊，120块。好，没有良心的就抽一盒，哎，起码抽个3-4盒，折120块嘛。哎，抽人家送折不限金的，你就真的给他只抽一盒，然后折120块，也说不过去啊。好，这是感谢我们田边南区的好群主，好田边啊。还是说留言分开？就是想要抽优惠券的，就留什么关键字哦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不然就是，要盲盒的就说我要抽盲盒，好，然后要优惠券的，哦，就说我要优惠券，然后我们会分2次去抽。然后盲盒的话，我们就是抽出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7个，然后优惠券10个，总共就是17个，我们会分2次抽。然后记得看我们的影片。然后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加打开小铃铛，好，然后抽到的话要记得要截图哦，好，好，那今天应该就这样了吧？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哎，影片要看完了，这个是真的田边对我们很不错呢，哎呀，多多捧场，哦，多多捧场，不要被那个快闪店吸走了，哦，
OK， 大家拜拜，下期见。